你有话要说吗？强哥，恭喜恭喜，感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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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刚才还有什么没讲的吗？但你刚才讲很多，还有哦，我刚刚有漏掉的人吗？其实我应该是要讲，就是其实我入围的时候，我就想说我应该要穿的蛮帅的，所以要谢谢造型师，还有我的妆发，但我刚刚忘记讲。Okay, 对对对，这边都记录下来。对对对对对。说喊到你们名字的时候，心情是怎么样？心情其实是真的还蛮紧张的。然后就是，其实我在前一个讲的，我本来一直以为有可能是前一个讲，就是觉得是有可能是单曲，但是没有想到会是杰洛兰的专辑。然后其实就会很感动，就觉得说，其实我心里最想要的表达这张专辑，就是这是一张真正的 R&B， 真正的 New Soul， 所以我就会很希望这个奖可以就是颁给这张专辑，就是也不是说颁给 Lenny， 就是比较像是颁给这张专辑，毕竟它是我过去留下的一个作品，一个力量这样子。对对对。那刚刚上台是不是好像有点哽咽啊？对，就有点讲到狗的时候会有点想要哭，对啊，因为。这个整个过程做这张专辑，我的宠物就是狗狗啊，就是一只一只的过世，然后在每个阶段，然后好像都让我完成了一些事，他们的任务就结束了这样子，所以会特别想要感谢他们。对，因为你的巡演目前是结束，对对对，过来还会有表演。接下来接下来是会有新的作品。会有新的作品，然后明年我们其实前天发了一首新歌跟日本的合作，然后我们可能会到明年开始会有蛮多的作品会释出的。对对对，都是单曲单曲。明年应该会还是会有专辑。对对对，得奖想怎么庆祝啊？全世界的，赶快告诉妈妈。妈妈应该没有在看直播吧？但是还是要打电话跟她讲一下，这样就是谢谢她。对啊，恭喜你，谢谢谢谢。